是啊，这次打全国赛前三名哈、哦，就可以去韩国首尔比赛亚洲杯的。前三名啊，啊，容易啦，哎，不用吗？要。啊，对，他大声嘞，不用吗？要。有香吗？有。有提金牌吗？想提金牌，你知道吗？对。不错，中国脚很赞啊！第一名的拳头，来一杯，大声回答。我这一次不讲了，我要用嘴巴讲就好。来，西中国脚赞，大声！来，西中国脚赞。哦，我们女童组，然后去年也参加全国赛，得到非常好的佳绩，然后于是也代表我们国家队去香港去参加亚洲杯，也得到亚军回来。啊，因为哦，用啊，也是救国团的现任会长，也是我们西都国小家长会的会长。啊，于是今天尽了一点点的心意，来送给我们所有的西都国小躲避球队小将们，让他们这次去台东哦，去参加我们全国赛里面哦，勇夺佳绩。然后，于是这次比赛里面哈、哦，他们知道前三名在全国前三名之内哦，我们这次亚洲杯今年度在韩国的首尔比赛。所以说，即将他们得到佳绩之后，也希望他们可以代表我们国家，哦，可以去韩国为我们台湾、为我们国家争取更多的荣耀回来。长以及我们校长，还有我们所有委员啊，还有我们啊救国团的所有志工，在会长的带领之下啊，真的非常的大心啊，听到我们那会长当然知道是我们的学生啊，要到台中啊去一个会前赛。啊，然后要进京首尔。如果说前三名的话，那就进京韩国首尔啊，去做代表国家去做这样的一个比赛啊。在这里预祝我们西都国小的小朋友，我们的校队啊，再次的勇夺那个佳绩啊，继续为我们国家来争光。对我们地方人士啊，跟许多的企业界哈、啊，我们西都国小躲避球队啊，是我们西都国小的特色。已经连续七年参加全国赛，也都获得很不错的成绩。尤其是前年啊，能够代表国家去参加香港的亚洲杯的比赛。那这一次啊，全国赛啊，希望啊我们的小将们 啊，在这个会长捐赠的衣服啊，这个能够勇夺啊前三名。只要能够得到前三名啊，就有机会啊代表国家啊来到首尔、啊、去参加比赛。那在这边，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地方人士啊，会用更积极的心啊来支持我们的小朋友。那这次能够去我们全国赛啊，还要再感谢、啊、我们张俊良文教基金会，因为这次所有的经费啊，是由我们县政府跟张俊良文教基金会、啊、全额赞助。我、哦、在此代表小将们啊，谢谢各位协助的人士，谢谢大家。叫我第一名，赞啊！好，一。